你唱唱一段就好啊，免 rap 啊。啊无啊，爱迄个比照金曲奖来，我舞群来出来，舞群啊，舞群，颜色还有，哎，多多要不要一起来玩？你出来是祸害，金曲你要吗？那那你来啊，来啊，多多啊，多多也一起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全部都来一下。我要来吗？我要来吗？来来来，我上来，来来，我上来。你们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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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玩。来来来，背后入镜呀！来来来，好来哦，来来来，来了音乐，请下欢迎金曲歌后张秀琴。贵州海了了，哎，你刚无你卡这段嘛是最高收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吧？我迄刚真正遐边嘛拔刀，哎哎呀，伤悬，啊，计有人甲我讲吼，哎，你都可以自然拔刀吼，搞不好你得收视率，收视率。我说我才不要嘞，万一我脚断了怎么办？得不偿失啊！放心放心，我这地基就栽了。哎，小青姐，你现在跳。你知道发生什么代志？什么代志？你连跳我卡鞋我也叮当呢？真的？真的？我看不到对一支。这个啊，啊是是啦。卖我眉毛啊！哎，搞不好伊今仔日会因为安尼起来起来嘛？哎呦，我哪喘？哦，原来你的辣妹家都会福建的吼。哎，真的哈，让人听得开心啊！开心嘞，能够丢下。对啊，秀清姐哈，可以在那个金曲奖，你看现场多少？那个歌王歌后是那个压力之大，对啊，他一定付出很多的心力，背歌词啦、练舞什么的。rap rap 是最难的，很拼。因为那种那也头前，我根本不能。你看了，秀清姐这么高，干嘛？高龄的状态下可以这样不容易。我本地，因为我都要改高龄，你知不？足忝的，你不知？还过两个来到老的嘞吼，我最困难的就是那个 rap， 然后那个 rap 一定要把它背起来，因为你没有背起来的话，你没有倒背如流的话，你会吃赛鬼的鬼啊！啊，我得刚开始哦，那些编曲拢编好啊，你知？啊编好哈，因为金曲奖当初找我的时候，我一口就答应了。我说好，呵，没问题。啊，我想讲吼，得看唱一下老歌，迄个我上熬的啊，吼，一挂经典歌曲啊，都可以啊，很简单嘛。啊，结果吼，迄三个月前的代志，然后呢，一个半月之后呢，哎，那个编曲出来了，然后就在群组里面，然后我一听说，哎，你们是传错了吗？应该不是这个音乐吧？因为弄得很澎湃，然后我听都听不懂，整个改编编曲过了，还有客家歌。哦，然后那种摇滚就是吉娜她的成名曲，然后跟我的车站，然后辣妹驾到又结在一起，然后我整个火气，你知不？我就跟阮公司讲，哎，那个哈，跟金曲奖说我不要去了，点啊！我后悔，我后悔，我可以不要去吗？结果，那个老师，编曲的老师哦，讲，秀清姐不好意思哦，那个。编曲已经编下去了，所以艺术得跟我逃税了。对对对，哎，好，那就只好我从那一刻起，我每一天我没有一天睡好觉，每天做噩梦，压力。然后上面
嘴巴也破，下面也破，下面哪里破？跳舞了，跳个卡破呀！哦，破啊！不是学到，胸下卡来破。阿弟阿弟，有阿弟未去用掉吗？哦，可以看吗？撸个破皮，没有，不是因为胸大颗。大腿把修干了。哎，所以真的要很拼命哎。对啊，可是看到收视率最高点，应该就觉得很值得了吧？哎，我看到嘿收视率安尼吼，我看新闻我规个号出来。啊。你今麦被号王看麦啊？今麦号被出来。我看到另外号出来。因为那个过程那个压力你最清楚了。我会整个看到收视率说，啊，天哪，这。这我没想到，我竟然可以赢，我可以成为国际巨星哎，不是全球巨星小琉球，钻石也很夸张，你也知道，有一段时间我是为了生小孩的事情，对，然后就一直就是很烦恼，然后有很多粉丝啊就很热情，然后在我的那个 message 里面留言啊，粉丝团给你一些偏方，嘿，我告诉你阿哥假什么。什么青蛙啦吼，阿哥吼插花啦吼，我那笑诶，阿哥还去堆堆堆啊。然后有一次呢，最夸张的是我去唱一场庙会，对，那突然呢，我唱完之后呢，有一个男生大概跟我年纪差不多啊，好阿斗斗吼骑欧多拜，你敢知伊欧多拜顶管哦，有够一大箱诶，迄落内底唔知啥物物件啊，伊就讲来。秀清，我跟你讲吼，你这吼必中必懂，还是什么？一必一中，一必一中，一必一中。我大意啦，一必一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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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你讲，我那什么人，啰啰啰啰讲了一大堆，说吼多有效，多少六十几回天经个会当生惊安尼啦。哎呦，哦，讲吼，啊，我迄内底是啥？一个很贵，内底拢金纸啊。然后呢，里面呢，各有三仙。哦，拜过。无，要叫你去拜。伊叫我讲吼。啊！你三仙吼，你爱拜寿喜的，吼是那种米梯迄种，寿鸡啦，寿鸡迄种，吼啊嘿。然后呢，我就因为咱拍摄嘛，人伊遐用心良苦，我想讲，哈，我个某只坐高铁哦。我想讲，这是什么情形啊？咱嘛袂当改。几专啊！他搞不好很用心良苦，他是真的，很真诚的。我怎么可以跟他说刚才当买不行？所以我就这样硬生生的把他抱起来，好，啊，我就可以看哈，啊，我就进去停车，啊，我改去停车讲吼，等下遐有一看你卖无？你哦，因为我会怕啊，因为我觉得我会惊啊。而且人家你放虎啊不？嘿，对啊。嘿，我就喜欢啊！我就甲伊讲，甲迄个大哥讲吼，啊无吼，你看吼，要起一堆吼，实在你要小互相拢会使。大哥，你有要生囝无？对呀，你干脆在这边宣布说我不爱生啊！你唔好个傻。我知影吼，所有粉丝吼，你们真的很关心我，很照顾我，很感动。嗯。但是啊，我的粉丝团已经被你们灌爆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宣布，我已经停经了。可是安尼个好，你底下宣布停经，阿弟点解来问阿姐万岁时公？我又来了，所以又开始了，来来回回了，对啊，又开始，从那次就又开始，又开始了啊！秀天啊，你安那啦吼，一堆方法，安那安那，啊吼，你爱你落跨过啥啦吼，啊啊，做谁安那？好啦，你也跟我爱缘分呐，但是我还是很感激，很感动，谢谢，还是谢谢大家啦，感谢。